今天来给你的圣诞礼物，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吧。嗯，我先来。首先拿出包装纸，差不多可以包起来这个礼物的大小，然后先折一个褶皱，预留宽一点的位置。然后由于这个礼物比较小，我会留差不多三指的距离。我将它翻过来，这个就是圣诞老人衣服的褶皱，这里做一个，然后这里再做一个。翻过来将它固定住，就按照正常的包一个长方体礼物的方法包。
这样子圣诞老人衣服的褶皱就出来了。准备黑色的纸条做圣诞老人的皮带，准备黄色的纸片做圣诞老人的皮带扣。将皮带扣对折。拿黑色的纸片对折。这个高度就是皮带孔的高度。这样皮带扣就完成了。将礼物拿过，将皮带穿进皮带扣。圣诞老人的皮带就做好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圣诞老人衣服上的纽扣。这里需要用棉花，但是我没有，所以我找出了家里的化妆棉。胶水，把圣诞老人的纽扣粘上，
圣诞礼物已经穿上了圣诞老人的衣服了。